今天我小王子就要建造豪华别墅。哦，你们男孩子能建造出什么好看的房子？就是就是，建房这一块还是得看我们女孩子，你们男孩子建的房子可丑了。就是建房子比赛可是我们女孩子的强项，今天你们男生投降吧。哼，你们也太小看我们男孩子了，今天我们就要惊掉你们的下巴。就是，今天就让你们女孩子知道，我们男孩子建房子可不比你们女生差。因为要建造别墅，所以房子一定要简约大气，颜色我用黑白灰为主色调去建筑，位置不够需要加宽位置。好了，建房子最主要的就是把房子的轮廓做出来，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做好房子。地基的部分差不多就是这样了，然后我们开始建造墙壁。这个地方呢，我要做客厅的，因为是个多层的别墅，所以房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。二楼的轮廓差不多做好了，虽然看上去比较复杂，但是其实很简单的，然后用灰色的方块替换掉需要修改的地方。这里的方块都拆掉，这边要做一个落地窗。好了，就这个样子，二楼衔接处放上半砖。 OK，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我的房子都做好了，你们不会还没建好吧？就是就是。哼，少得意，今天我就要建造更好的，让你们大吃一惊。放上门，然后用复制方块把这面墙铺满就行。房子轮廓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始装饰吧。我的房子做好了，在外面种上了绿植，铺上了木板，就看看里面吧。这是个餐厅，这边下楼梯就是个客厅了，是不是还不错呢？哎呦，这还有衣架呢。哇，你家怎么这么好看啊？也就一般般吧。走，带你们来参观一下我家里面。这里是餐厅，我家里面放满了家具，这次总没有人说我家冷清了吧。走，带你们去二楼看看。这里是书房写作业的地方。那这边呢？这边也是书房大人工作的地方。哇，好好看啊。不是，我说的是我的好好看。这边是房间，还有大大的床，还有这边光线非常的好呢，还有化妆桌。哇，好漂亮的房间，这就是梦中情房啊。这就这啊，这房子还没我的好看呢。哼，丑柚子，你嘴硬吧，我倒要看看你的房子做得怎么样。柚子，这就是你做的房子啊？对啊，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级好看呢？就一般吧。这是奶糖的房子，真丑，走了，不想看。真的没兴趣。哦，布丁，你这个房子看上去还不错了嘛。那是，我可为了学这个房子花费了好大的精力呢。不错不错，挺好看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们男孩子建的好看，还是他们女孩子建的好看呢？